今天我们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一天，吃吃喝喝玩玩，可惜就是没有买玩具。现在我们要准备来吃我们的晚餐了。郑凯轩，请你过来。郑凯轩，我刚才叫你不要做这个动作了，很危险呢。郑凯轩过来，帮阿姨煮饭。好吧，那我自己。等下谁过来帮我？好，来过来。过来干嘛？阿姨教你怎么煮面面，小心哦，不要再碰到了。那个不要过去。好，首先呢，第一个步骤呢，这很烫，哎，你们站在后面，阿姨放给你们看就好了。不能烫。不行，就你会烫到那个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请离开了，请离开了。不想放辣椒。你要加拔辣？什么意思？就加这个啊。好，先等那个面熟了，我们再来加其他的。好。是谁冷到这种地步？我把冷气关掉好不好？需不需要？冷气关掉。按一下就好了，踩一下，对，踩那个，对，踩那个，很聪明，踩，好，关掉了吗？好，已经关掉了，好，不要去碰电风扇，终于走开。郑凯轩，你干嘛？小心我的电话，小心我的电话。小心我的电话，我不想要我的电话摔倒。恶魔来抓你们了，被抓到的人就要被剁成两半哦。疯狂鸟的时间到喽，我要给你疯狂的鸟的哦。好，我生气了。刚是谁打我的？是谁打我的？说。